吧。哦，大人狗不就正常大闷吧，一般家人狗而已吗？这种啊，然后下线有这种哎。啊，这不是可颂吗？对啊，可颂的大汉堡，所以你有这种面包可以选择。它变成切侧边呢？对呀、啊，然后再弄酱汁。你会想要加什么酱汁吗？我通常都只加番茄酱和双黄瓜。番茄酱，一般我都是弄一条线，一条线。好，看一下，哦，原来是长这个样子。好有趣哦，外边感觉酥脆的样子，很多层哦，试试看吧。嗯，好好吃哦。所以它就是一个可颂的口感，再加上热狗。嗯，这是在 Seven 发现的新的大汉堡。对啊。它会变比较贵吗？哎、欸，我没有注意到哎、欸。就问他这个可颂的比这普通的差不多贵3块左右。在 CLF 这新出的，可以考虑看看哦，拜拜。